游客朋友们，大家好。《嘻哈道》是一场原创爆笑功夫剧，讲述了街舞少年茅山拜师学艺，经历了洗礼、恋爱，与师兄弟们一起守护宝藏，最终学有所成、开悟成道的故事。该表演将中西文化结合行星文化元素相交融，更有现代气息。表演时间为下午10:30，欢迎大家到时前往观看。地点位于吴阳馆。小姐姐，能不能转过来？我们想看。这边转过来。贵人去了。哎呀！哎呦！你们有没有？